谢谢，送给你。谢谢。 这花折得好漂亮啊！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心意，应该是知道你花粉过敏吧？哎，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非常棒！你没看底下的掌声就一直没断过，而且你今天那身装扮太可爱了。那就好。啊，就是献花的时候，那花怎么掉了呀？学姐，送给你。晚上温差大，别着凉。谢谢。 先走了。嗯。